当这个黑斑越来越黑的时候，每天照镜子你会唉声叹气，为什么别人的脸生得这么美，自己的脸会越来越黑，再加上也没有什么时间去照顾啦。每个人都喜欢，但是时间上要分配的好嘛。有一个产品叫做 Skin Origin，里面的 UT 跟 MS 听说可以治疗你的雀斑，结果我们就整个疗程6个次数，我的雀斑的确是淡了很多。这个是有史以来我觉得我的脸除了年轻的那20多年是最�漂亮的。第4个疗程开始，整个雀斑在我的脸上已经浅化去，可以说是浅了60%吧。所以我现在很高兴，我只需要把 Skin Origin 的产品照用，加上一点口红，我就出门了。